怎么样？太漂亮了。我什么时候不漂亮啊？赶紧付车费去。你能来真是太好了，够给你面子吧？太感谢了，还不赶紧带你女朋友进去？走。起来，反正我还这么没自信啊！啊！互相帮助呗。他请你给了多少好处啊？一盘沙拉。请得起你。友情价打了个一折。什么酒啊？红的，不知道。你可以啊，把他弄过来了，你是要下狠手啊？我再不下点狠手，我这自尊心又该被践踏了。不是，你把他弄过来，这回得花多少钱啊？这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吗？一顿饭搞定。那看来玫瑰最近一定是没有谈恋爱，要不然怎么一顿饭就可以搞定？哎呦，你有机会来了。你现在就是羡慕嫉妒恨。怎么可能？我们家白花花也走了。哎，强子，有点意思啊！哎，这可是标准的女神范儿啊！那是，我王坚强，要不然就不找女朋友，要找就找女神范儿。对，王坚强，你这女朋友真是女人中的极品啊！来，这个必须干一杯！来，同学们，我提议为咱们今天坚强带来的女神女朋友共同干一杯！来。谢谢。各位同学，请看我们同学们这几年的劳动成果，有请他们上场。哎呦，哎，不错呀，女神。你好，幸会，这杯我干。谢谢。马涛。坚强。好久没见啊！是呀，这是我女朋友玫瑰，啊，女神啊！你们好，这位是啊，她是我女朋友丫丫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来，这个玫瑰女神，来，喝一个，玩得开心啊！